都点、啊、想吃点辣辣的哦。都点。有什么辣辣的东西吗？坐，别站，坐。坐过来。安的，看。安的，安的，安的。好好好，不出镜，那你坐着，我手机拿过来。好像也没有什么辣辣条。他们说吃麻辣小王子，真无语。我跑来汕头吃麻辣小王子。看一下啊。周黑鸭挺辣的，你不是昨天刚吃吗？昨天辣的我口水流了一地，好搞笑！你能骂我下吗？没有，不搞笑。坐好，看不到，过来，坐着来。哎呦，这样坐到你腿上！哎呀，你坐我腿上算了。重啊！哪里重？看在吃什么，乖乖。啊！你不是想吃鸡蛋仔吗？螺蛳粉，螺蛳粉真的有毒，去到哪里都想吃它，是为什么？要不就点螺蛳粉。嗯。他怎么了？不出来？他把头发扎起来了，不想出。嗯。你不喜欢我的美颜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是我想，不想出妆花。哦，对，他早上化了妆，到现在妆融了，所以他不想出。鸡蛋饼和那个螺蛳粉都来了，好，你吃哪个？我。我都行，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先接电话去。喂。哦，真系我已经落噶。下去了，去等我。等我呀。快回来！听懂了，他要下去。穿，穿，谁走？穿。好，房卡拿了吗？拿了。嗯。你们怎么知道岳父大人来了？